12号蔡少芬小姐，嗱，佢喺准决赛攞到嘅分数系483分，系全场最高分数嘅佳丽，睇下佢今晚能唔能够名列前茅啦。有请十二号的蔡少芬小姐。蔡小姐，在我身边就是邓光荣先生，我们个个都叫做大哥的。那大哥除了搞电影之外，搞很多生意的，什么食肆啊、卡拉 OK 啊。那现在大哥就说想搞多一样生意，那想说你可不可以提供给他？我觉得邓光荣先生应该搞手提电话。大哥，你搞個手提電話未？點解咧？因為個個都稱鄧光榮先生係大哥啊嘛，咁鄧光榮賣大哥電話，梗係最適合啦。同唔同意啊？你會唔會做啊？同意同意，不過我唔係真正嘅大哥。唔係，我覺得就係爭條天線啫，大哥。即係如果爭，就係似到十足。你又點係諗？你除咗話咁即係大哥之外，咁點解又要揾鄧光榮先生做大哥電話？其實可以做好多嘢噶嘛。我覺得鄧光榮先生咧識好多人啦，人面又廣喎，咁佢賣嘅大哥電話一定會好多人會買嘅。哦，即係大哥一聲號令，大家買，咁大家就買。多謝曬你，買一個咁，唔該曬蔡小姐。多謝曬蔡小姐。